有德不在年高，无智空长年岁。智慧者处处能觉，由修道的过程中察觉，达到修道的最后目标觉悟。在求道当下，每一个人均已明体，只因知障而无法悟空，故要时时关照，由心由潜意识下手，转而步入空境，而且能够无助。不在善恶福罪当中篇幅，如此才能把持得住，坚定信心，持之以恒，以永不退转的道心向前开创，祈求能够同住天盘，完成三朝普渡的大事。